这里嘛，这里两个瓶子嘛，两个瓶子，这出瓶器杆、进瓶器杆刚好两个瓶子的位置，拦住，然后瓶口，然后对着两个头，这里可以双螺丝调节，然后进出，这里前后的位置，这两边螺丝松了可以调节进出，然后这里就刚好卡住瓶口，卡瓶进去的时候，首先呢它是出瓶先拦住，然后瓶子过来，然后进瓶再拦住，它运行过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这样出瓶进瓶都拦住，然后这边卡瓶，这样现在太高了，这里可以松了，往下放。如果这里位置不够的话，这里可以松了，前后移。好，这里也可以松了，往前后移。然后还有吗？